我父母退隐尊前，在12月13日接到来信一封，多蒙后世共计50遍，你系修妥，想退隐不要惯言，离家唐山生活非常困难，毛病生活物钱很贵，你系现种有5星种田，番薯3星种田，麦子现种这物件。要等到明年30月才有休息呢。你是每日挂念退隐，在外养生法难一样，环境难一样，真系挂念哦。用的难时才有成绩。你是3年身体平安，小孩压尾笑压尾玩，真系可爱。望退隐在外养，园中茂盛。合家平安，至于为损，如缘不尽，下次再贫，尽强福安。你是实心少，12月17日。